为了提升景观品质，提供来两年寒啊好的游乐环境。新竹县关西镇的爱豆之宫同台湾千里葡萄协会来合作，以主张土南道路，希望打破民间迷雾，道路为这个展现出年菜风化。台湾千里葡萄协会人员同关西镇业的职工说明镇里古土安样用业的空气，一条土壤古土因正当当年往里行的，和古土一道接路，几斤几啊只蔬菜变成立体一模行。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然的步道嘛，所以我们必须大概每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必须透过这样的活动哈，持续维护哈，让这个古道能够好好的维持。因为大雨过后，那个地层又有变动，所以护坡有松动，路的下边坡的护坡来把它做得更完善，就是持续的去改善它，让路更好走的。一条土壤骨头全长开块600公尺，虽然是长的，不过骨头的行过过夜，东山地下的蔬菜被风吹，它的露珠洞可以60天之久。那我们也可以了解说，他们在造桥铺路的这个时候，他们的心血，他们除了要创造经济价值之外，是否还有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我们去对这个山林、对这个环境就有所尊重，我们取我们需要的就好了。觉得去修路人真的很厉害，然后自己来做，才刚做一些下来就觉得真的很累，对，非常佩服，就是帮大家维修古道的志工们。民间合作平常是做了维护葡萄，葡萄制作的用小经营下去，相当行卡多年落也行了。同时了解合作行检太资源，客家新闻王文耀新竹报道。